今天5月14号，2023年，这是《楞严经》第225讲次，经文在卷七393页第一行。我们今天来讲，摄心就是把心管好。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假如冰霜，佛就告诉阿难跟大众：“你问怎么样把心管好？我现在先来说一说怎么样把心管好。要把心管好，能够证入正定当中，还有要求菩萨道，要证到菩萨道，都是要先把四种律仪能够持好。这四种律仪就是修行人的修行佛法的妙法门。这四种律仪就是我们提过的，把淫的心管好，然后不杀、不盗，还有不妄语。这四种律仪就是很洁净的，像冰霜一样是洁白的，智不能生一切之业，心三口四生必无因。这不淫杀盗妄，这是根本的戒。把根本的戒守好了以后呢，其他的恶业，枝叶代表的是其他的恶业。根本的戒守好了，不犯戒了，所以其他的恶业也不会发生了。这些恶业呢，就是包括我们心三口四。心三口四代表的是心三口四意六七。心三就是身跟心，不淫、不杀、不盗。口四呢，就是不妄语里面的有四个，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然后不两舌，心三口四意清净。这个意呢，就是有两个，是六识跟七识。因为六识呢没有一比较分别，七识是平等的，所以这些都不会发生了，因为根本戒已经守好了，其他也不会去犯戒了。阿难，如是四事，若不遗失，心上不缘色香味触，一切模式云何发生？如果把这四个根本戒守好，而且我们的心也不去攀缘了，所以我们的五根也不去攀缘五尘了，一切的模式就不会发生了，因为自己的心魔管好了，外面的魔也不会来捣乱了。若有宿习不能灭除，汝教世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达多波达拉无上神咒。我们都是有宿习累世来的一些习气，如果有一人他累世来的习气不容易消除的话，您就教此人要诵摩诃萨达多波达拉，这个是无上神咒。萨达多波达拉就是翻译成大白伞盖。萨达多波达拉这个无上神咒，这个咒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佛的头顶上面放光，然后呢，从光中涌出宝莲，然后这个有佛所无为的心所生的化佛讲的这个萨达多波达拉这个楞严咒的咒心。思是如来无间顶相，
无为心佛从顶发挥做宝莲花所说心咒，铜陀佛顶涌出光，又从光中涌出莲花，所以有无为心佛坐在宝莲花上面说这个神咒。且汝数世与摩登伽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给予一劫，我亦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佛就告诉阿难，你跟摩登伽女这个恩爱，这是累世而来的生生世世的恩爱的习气，不是一生，也不是只有一劫，是生生世世的，所以有这种恩爱的习气。然后摩登伽女听到文殊菩萨带着我们刚讲的这个咒语萨达多波达拉这个咒语以后呢，摩心伽女她的爱念就脱离了，所以就证成了第三果，是三果罗汉。彼上淫女无心修行，玄力明知数正无学，云何汝等再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譬如已成，扬于顺风有何艰险？摩登伽女她当时并没有发心说要修行，可是呢，因为有佛的加持，有神咒的加持，所以摩登伽女可以速证成三果罗汉。在会的声闻们，你们都有发心要成佛，所以要成佛也不是什么困难的。就像什么？就像在顺风扬尘，这个尘就会随风飘去，这个是很简单的，不是有困难的。若有末世欲作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欲真清净生，汝戒律仪必不成就。在末法时代，如果有比丘想要让自己的心能够清净，要先行什么呢？要让我们的不淫、不杀、不盗、不妄这四戒要持戒清净。要持戒以前呢，要先受戒，要选择老师为其受戒。选择什么样的老师？选择是持戒清净、有道德的出家人为其受戒，为自己的受戒师父。如果没有遇到这些条件的受戒师父，即使你已经受戒了，也是不如法的，你的律仪，你的世界的律仪也不会有成就的。戒成以后着心净衣，南乡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已经受戒以后，心净衣，我们照字面上解释，就是穿着很干净的衣服。南乡闲居，照的字面上的解释，就是俨然的乡，然后独居的在静处能够静坐。然后呢，就诵咒心悉达多波达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心净衣是代表我们受戒以后要持戒，用我们的戒为我们的心的衣服。然后呢，有戒了就有戒定香。这个神咒要诵108遍，为什么是108？代表我们有很多的烦恼，
然后呢，才能够建立自己的道场，就是要把心管好，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也祈求十方的诸佛能够放大悲的光，能够加持在这些修行人的头顶上面。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早浴，六时行道，如是不昧，经3、7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摸顶安慰，令其开悟。如果在末法时代的持戒清净的比丘，或者比丘尼，或者是在家的修行的在家众，檀越是指施主，就是他拿会供养佛；然后白衣檀越是指的有持戒、有持五戒，也是清净的，受五戒又持五戒的，因为这些人不管是出家众也好，还有在家众也好，的心已经没有淫杀盗妄这个的心了，身心都没有犯这个世界了，所以就是持戒清净，在道场中也发菩萨愿，菩萨愿是上求下化，往上求佛道，往下是度众生。出入早浴，在字面上讲是洗完身体，洗完干净，带着干净的身体，在理上来讲就是自己的心都很清净了。六时行道，当时是昼夜一天是分为六时的。就是昼夜，昼以继夜，夜以继日，是没有中断的。经过21天以后呢，佛他就会现身在这个修行人的前面，然后呢，给这个修行人能够加持，令修行人可以开悟。这个3、7日，在字面上是3、7、21日，在理上面来讲，这个是三转七世，第一转就是转五世，就是你的五根不去攀缘五尘了。第二个转就是六世上面没有比较分别。第三个转就是七世上面已经平等了。今天讲到这里。